哦，不行，真的好像感冒了，觉得全身热热的，但是没咳嗽，不用担心，我应该不是肺炎，嘿。这样，让我再吃一口番茄，我突然好想吃。感谢今天收看啦，今天真的是生病不太舒服，所以玩的不知道欸，感觉又好像没事，可是喊完之后全身就好热好晕哦。就这样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现在7点都会在 FB 直播，记得来看我哦。好了。再吃一口，哈哈。哦，其实真的有点不舒服欸，就是真的有点，也不算感冒症状，就只是晕晕的，然后不舒服，哈哈。没事啊，应该明天就去看医生了。MONSTER。好的，我们继续魔物猎人，因为还是要凑满时数啦，就是这样子，那个业绩也比较好看。我怎么开错 OBS？ 白痴哦！这个，然后这个关掉，然后调到这个，然后按开启游戏。休息吗？我再休息下去，很亏耶。也还好啊，就那样子嘛，反正。真的不行，我自己会知道啦，只是现在是不舒服而已。啊，但还是可以玩。不休息吗？就等一下，如果一天只开4小时或3小时的话，我是给自己一天至少开5小时的，因为这样子一个月下来，至少应该是也不是啊。不是啊，我在想什么？我就算一天开4小时，月底也是会多时数，好像也可以休息啦。啊，只是说就是观台的人多不多，会影响我的业绩。那就尽量开，有开有时数。洗把脸，我开台前就去洗脸了哈，觉得还好。来这边打个字，搞排挤？问号？哦，对，还没有继续讲。哎，我DC怎么不见了？我要讲什么啊？忘记了。哇塞！这群兔崽子在玩你画我猜、欸，我的天！看一下哦，有几个来挂台的、啊？黑月应该是有，风间应该是没有，最最应该有，维恩没有，空鱼有，木瓜应该没有，西敏也没有，静有。看一下、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八个人里面只有3个常出现在聊天室里面。你看这些人，算了。怎么一个人啊，少年？
什么鬼题目啊？食物中文。嗯，顶多就开到11点吧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哦、oh. ，啊人嘞，全部啊，只限据点内，全部集会所。嗯，有，我是不是又打错频道？没有啊，刚刚。干嘞啊！你是在穿帮机吗？也不能跟他爷爷一模一样啊啊！什么东西？没有在打那个啥 ，ID 黄色的那个。哦，200等任务啊。是。他讲的话跟他爷爷一模一样。哎、欸，等我一下啊、哦！我找完这一局的包装，我再来。应该开到11点吧，人不舒服。33分钟，洞主的宝藏好难取得哦，他们都不给。对啊，就龙结晶跟洞土最难的、啊。我龙结晶现在第一名呢，皇帝。哦，你是这样分批哦？我就想说，古代树荒地，古代树荒地，我这样子穿插的用哎。哦，我是龙结晶，然后一路往地图下，瘴气、珊瑚、古代树。大一种古代树这样一路过去哦，大家轮着用，不要抢。有好多金汤号，都打完了哦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昨天奈斯说他要打腾龙外观，他还没有打过。哈？你还没打过？对啊，他没打过。哦，对，不用打，一个人 solo 啊。我永远记得这件事情。好。来啊！那我来了，我来找你们了。那现在有吗？有啊，现在有那个鸡、啊、背啊。昨天奈斯有查到21号。记得就先打，不然到时候忘记
镶嵌装备，镶嵌。他怕龙吗？我记得。瑞希吗？嗯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我一定是坦的那个啊！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站在那边被打的。是。更变装备。突然脑袋被东西扭了一下的痛啊，被江江传染是不是？妈不知道，就昨天血便啊，我有时候血便完之后会随机性的隔天就是或晚上会整个不舒服，胃刮吧，哦胃刮，你全身都刺痛刺痛，不能碰冷也不能碰热，所以洗澡会很痛苦。安尼无好啊！我曾经打魔兽世界就这样子啊，我那时候就是打 boss 打到一半，突然整个人倒在地上，我姐就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我好不舒服哦，怎么办？我好像快死掉了，然后马上用我的账号去跟我们队那个，因为我姐跟我都有玩魔兽世界同一个工会，就说赶快跟工会的人说，我快死了，还给我开喇叭说My God 啊啦，起来了啦，圣伟王了，我说我真的不行了。哦，那阵子我那时候还没有那个麦克风，所以一大堆人以为我女生。啊，奈斯接吗？我接吗？你要打的你接，不然我接吗？啊，我接我接。没有啊，我刚问你们玩画猜的有几个人在挂台、啊，我说八个里面应该只有三个。我只有挂到大概八点多的时候，我就跑去做别的事情。手机被拿走了。参加分夜战。突然想到哎、欸。嗯，还是放一下那个动作好了。好，你说那个需要吗？出代级，虽然我已经忘记怎么跳了。好好躲石头就好了，跳什么跳？那个石头就怕它爆掉，我还是跳一下好了啦。好，就放巫师三，倒他。那我用那个枪，我要碎他。好，碎死他。Able make 快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困头戏。好啦，我交给你补啦，我吃快吃。嗯。然后防御力打大一。忘记了、欸。反正就是灭龙石丢三下嘛，然后闪光不用打了，不用按了。嗯，对啊，要留到最后。动物才快死。你怎么了？我知道你都在挂、啊。我说最近一定有在挂，然后空鱼有挂，然后其他五个人都没有在聊天室出现。
我就说他们一定没有在挂木瓜，还有谁换一下？木瓜风间吗？木瓜风间西宁。我说黑月偶尔会出现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伟恩不见了。怎么没有快吃加护都是快吃基地呀、啊？那贝西可以撞吗？知道，我也很好奇啊。等一下可以试。好，混头吸。把快吃塞到三等哎、欸！哦，有哦，有哦，是不是进提醒人才跑来挂的？我以为来打个招呼哦，哪知道有人来挂台。两等应该就够了。我要去比赛了哦。伟恩加油！如果你听得到的话，精神上支持啊！哎，真的，爸爸要睡了，呵。好久没看到这个字体了，真的。对，叔叔妹，啊，说到叔叔妹，我今天，啊，你叔叔怎么了？我怀我弹珠啊！哦，对，看我点数不够，宝石我抽到一只蝴蝶的棒。好好，他不是保底吗？不是吧？没有啊，我单抽抽中了。哦，干，那我要单抽。没有，我是非洲人，不过单抽。哎、欸，我先下，我先小心、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哦，好。干什么？我没有动啊。我想说23颗嘛，我怕你们冲过头啊。没事。好，请八号司令先打什么？先打石头，还是先撞他？我先起吧。好，我会开。磕。开场一颗是不是？他完全不痛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！好哦、天哪、啊！直接打了吗？有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切切落石，不要落石吧？落石不是会那个吗？啊，好对吼，好五倍的，应该是可以落吧？那落啊，那我落啊，我已经忘了，说真的，啊，有啊，不是啦，啊、落石还是有啦。我是怕仇恨呢、啊，没有仇恨还在，这应该是我拉第二颗，好来了。哎、欸，不行撞，那可以软化吗？我软了，我应该可以吧？我掉石头了。有点位置哦，在后面。来了，我还在拉，因为他在石头这边啦、啊，我有点怕，我拉那边。哎、欸。落石给你们落哦！哎、欸，哦，他又超过去了。尾巴不行吗？哦，不行啊，太那个，太晃了。现在不行，很晃，所以说你要赌那个运气。哎、欸，又超过去了。裤头了，裤头了。裤哦，应该是过那个哦，准备要放黄道了吧？还没啦，他说过头了吧？哦，我想说裤头。这样不行吗？不要骗我！闹掉，我打了、哦，闹打的，我觉得可以呢。没有哇，他站起来，他这么厉害，追他的。我靠！断你尾。贾奈斯可以尝试看看要不要骑车、欸。他没有，他或我骑车。哦，第二颗，第二颗在我这。来，我来了。他看别人了。哦。我投了。你们有没有？来来来。啊，大熊在谁那边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反正在我这边断掉。断了。
近你了。怎么拉了？以前拉很快就说，现在拉很慢。英雄还提往事啊！有了啦！有了，他到了。好，我去蹲他。他哪一招会叫你们防啊？欸、可以软化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刚不是说可以软、啊。对啊，石头都削下来了。因为我刚找不到石头，哦，所以我才上线。有一颗石头爆了。没事啦。哦，有人差一点。碎了碎了碎了。碎了，然后得爆桶吗？对啊，对，爆桶啊。中拿枪。嗯。好。我是不该打袋子吧？张飞啊。好，交给你了。等下就是 Nice 想办法拼骑乘给那个杰超还有我打，或是我骑乘，你们拼。我上去吧。好。可是要先断尾或破脚，不然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那可以，那可以骑了。好。等下换区我抓。大漩涡，来。他要放，他要放了。哦，有点远，我换，等下换武器了。干，我会死，各位。嗯、我抱歉。跳。没有，这报酬进我的，这报酬进我的。我去换武器。我跳成功了。我操！我换金火好了。要换装的，赶快换。更变。我要换道具。哇，魔兽的尾巴，现在到底能干嘛？卖钱啊！嗯。这边还只能敲到灰龙石跟灵鹤石啊，够废啊！我们从上面跳下去吗？还是从下面走过去？我先走进去拉啊！你们等下进来啊！嗯，然后我等你啊。你们好了叫我，我就直接进去了。好，走上面哦。因为会那个啊，会发送那个、啊、大漩涡啊，啊，一起进去啦！那个奈，你们下面的一起下去，我从上面跳下去。没有，他们都在你那边了、啊。诶、欸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我跟奈斯在其他营地啊。哦。哦，你们在其他营地。我说我有换武器啊。不是，你们为什么要在不同营地啊？啊，我进了，我进了。好好好好好。走走走走。大漩涡，我拉边边啊，不错是哦。还跑来找我，在谁那边、啊？大漩涡，你靠墙哦，大漩涡靠墙哦。来不及了，我刚被打到。哇，等一下，这两个漩涡的位置很差，不止差，我躲不了。我要这边等你。我要现在拼骑乘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好，我来了。有了，有了。哎，从哪来的？彗星，哎哎哎，谁彗星？哦，彗星。地板有灭龙石哦，记得捡哦。有灭龙石我比较好拉。哎，尖锐。我要骑哦，应该最后一下了。好。啊，看。我被甩下。靠！泡泡放进风。好，吸到了。
啊，你要快，你那个过半跟我讲哦。好。我来了。哦，要强制吗？嗯。就骑在上面就好。我们好。我看他连续转跳出来，我以为他会强制我。我的金线输出了。要打到头，打到头断脚，他奈斯就下来了。我没有打到头。那我讲一下而已。我就要打头啊！我要持续拉。你可以打手啊。打手会拉仇恨吗？不，你要仇恨哦，那你要投啊。对啊，因为仇恨现在不在我身上啊，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继续把仇恨拿着。他现在也不会有仇恨啊，不是吗？他现在乱打、啊。不会累积吗？就是现在不会拉成功。我记得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打过的、欸，哎，就是一个人骑乘，然后打到他进到很后面阶段。哦，他转多久？我觉得等一下他就是一次，如果伤害够的话，他是一次到第四张地图、啊。他不给我抓他尾巴。我过半了，好，有了哈，我就打手抽就好了。嘿，不要再滚了吗？所以我那时候是换太刀在补尸，然后去换太刀来打。我一直抓，想要抓尾巴，刚才才抓到一次，又滚。啊、他就这样会一直这个循环。嗯，我有可能，这是 bug 吧？不是啊，以前就可以这样子打嘞，打到现在的。太酷了。然后等一下可能就是他要一次放很多颗陨石，然后就直接接黄刀，所以这点要注意。啊，倒了，下来了，要小心哦、喔。那等一下可能就陨石了。哎呦！红刀，直接红刀哦！走刀，在我这，在我这。睡觉。好，我有灭龙石，几颗？五颗？还是四颗？我已经忘了，我真的忘了。换宝第五，你们反正你们总共加起来丢三颗就好了。我之后我自己那我好，那我丢三颗。啊，我也捡到了。一个人丢就好了，因为我已经忘记要丢几颗了。对，我忘了。不要从洞走出来，拜托。这会直接卡 bug。哎，要快点啊，不然他会再回血哦。我好了，要进了吗？啊，我回住了。不会，他回很慢，他回很慢。走吧。好，那你先丢，之后的给我丢。三，好，快过来哦，不然大漩涡。有了，有了，拿到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也就裂伤。讲讲，嗨嗨，炫！我们在打几倍啊？你们为什么在打几倍？有人需要时装。哦。什么衣装？时装。神龙外观啦，神龙外观。啊，外观。再帮他打外观。OK。哦，那伤害不够哎，他没有直接。哦呦呦！喂喂喂！有裂伤，哦，我有。啊！晕了！我趴好！啊！不弹刀了，一直弹刀。我想开个一枪。在我。
心上，用力的。哎、欸，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他总是突然撞墙壁倒了。对啊，他破坏部位倒了。哦，然后就是这样子。他自摔哎、欸。等一下，赶快哦，赶快，赶快！我记得好像就是会直接开黄道吧？记得啦，不然就是我记错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等他睡吗？哎、欸，他不会睡，他会睡吗？他不会睡，他会吗？会吧，会吧，会睡吧。他没有睡，他没有睡，他没有睡，那就走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、欸，换了，我再丢，哎、欸，我再丢三颗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吉贝是跳这边吗？吉贝不是在阎王王的地图吗？那个叫破坏角才有，破坏角都会在这边，有破坏部位都会在这边。我一颗了，还没有。我丢了，我都丢完了，我都丢完了。就丢完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好。走了。好鱼啊！我还在被吼。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，你撑一下、哦。我已经趴着不动。你就站在这边不动，你拿我怎样？哎，抱歉。God。我不动，他也拍得到哎、欸！我死！我不输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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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输出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打，你们打，你们打，你们打。我就不输出就好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哦，我又输出了。会心，会心，会心。哎、欸，我放，我拉近一点哦。好，在那边是不是？嗯。太早了。因为有可能大家洗的就红到了。还会再一颗啦，吧？忘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来了。哇！死一个没关系啊！站好、哦，站好、哦。我还在后面。我很努力。还在吃。哦不！我等下直接跳下头。太空。撑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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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撑住！没那个喽，没仇恨哦。没仇恨了，太累了。那你有石头吗？可以闪的话，当然可以闪。来不及了。我换闪光弹好了。没有灭龙石，丢我再丢我丢一颗了，那我丢啊，你还有几颗、啊？我丢第二颗，我还有两颗。那你接，那我丢丢了。等等，沙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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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了沙粉。我补起来，我补起来，补起来。哎呀，有陨石吗？还没吧？目前没有彗星。好啊，怎么是奈斯啊？哦，奈斯吸到了。对，他吸到仇恨，那我闪他、哦。那你就闪他，闪他。我想要叫他转身一，叫奈斯跑嘛？哦，可转身一多挨几下就没了哎、欸。至少拉一下时间。我一颗了。刚刚重来了，重来了，刚闪过全都重置了。干什么？哦，我拉边边，我拉边边。漩涡全部都挤在这边了。我这是超危险。我在漩涡里翻转。你们全都是漩涡啊！我在爱漩涡里打圈圈。哦，那只能过来了。好多漩涡。哎呦我！哎呦我！有漩涡。可以闪吗？嘻嘻。就只是闪一颗，在拉边边的来不及。哎、欸，陨石靠边呐、啊！完了，这个陨石的位置有点……可以哎、欸，有点漩涡哎、欸，可以吧？希望可以。就不要靠，不要靠陨石太近，不要靠陨石太近，不要靠陨石太近。我被打，我被打很智障。不要过来。啊什么？
第二个大选完蛋了，你们是不是要被？我好快啊，他呢？哎呦！哦，我一直被……哦，等下我被风搞到快不行了啊！我会被风搞死，有粉吗？我来了，我在杀，我在杀。啊，我被打飞了。我在杀一个，输出不够，还要再打。对啊，我在努力了。哦，那你现在选的漩涡吧，很难起。哦，被打死了。哦，漩涡消了，有一个漩涡消了。啊，按错。好吧，直接压我。啊，关我屁事！黄道，黄道，跑啊！完蛋了！哎呦，还没吗？还有要三次啊，要三次啊！哎、欸，对呢，有三次哦，哇！哇靠！不能再死了，好像。对，没错。那什么？靠边边，靠边边，继续靠边边。有没有漩涡？他死很了。你知道是谁？我还知道无视防御很好用。打到手了。破手，破手，很好。不是啊，那虫咬的应该也不算我的第一伤害吧？不要了，有切断的也可以吧。我说拉仇恨这个方面，不会不会，不会去。哦，不要拉，不要拉，不要拉边。啊、哦，好好，你拉中间一点点，这样大家比较好跑。我不要太远就好了。哎呦，这个风。对啊，你看。我快没血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快黄道哦！好，我来了。什么时候？黄道，黄道，现在。我觉得我来不及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那可以，那可以。欸、快！哎、啊，来不及了。是不是三次都是你啊？你死三次啊，兄弟！你怎么那么夸张？你给我拿虫棍啦！死三次太夸张了啦！为什么你都离石头那么远啊？不是绕着石头打吗？谁？节操啊！我不知道要贴超近的。你那个也看得到黄道哦？没有没有，我是看他血啊，因为他到剩一滴血，他就会一定会出一个黄道、啊、哦，锁血然后出黄道这样哦。对 啊，你快锁血，你要叫一下。